大家好，我是中华小白鹿。你不好意思吗？我超级的，我在今天我终于出门了。好，对，没有错，我之前一直不敢出门，因为真的很害怕嘛。但是直到我看到了最近在春熙路太古里都已经走秀了。所以今天我也要出门了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去的是集化妆、美妆、食品于一体的，哎，化妆、美妆好像是一个东西，反正就是一个最全、最全、最大的一个集合商店，真的就是女孩子的天堂。没有错 ，KKV 最全攻略 ，Go！ 橘朵的眼影，坦妹的眼影。Mistine 的羽毛粉饼，网上天天卖断货的修容，很火的德仙的遮瑕，超火的椰香泰国修容啊，人真的超级多。眼部的区域走到尽头以后，转头就是唇部，可以看到很多都已经卖空了。最近很火的卡婷的国风口红，就是性价比超高的哑光迷雾口红 ，Uni 的磁铁口红，口红墙上的口红基本上价格都是30到80-90块不等。反正就是很便宜就对了。看了它眼部还有唇部的东西，那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看它到底有哪些品牌。我们先来看看国牌区，这个有两个货柜，最火的就是它这个埃及眼影盘，颜色是不是很熟悉？然后是卡婷真的包装超绝的国风系列两个专柜。去年很火的颐和园眼影盘，还有包装巨好看的苏西芬，超火的金碧眼影盘，哇，这个包装绝了，哎，坏掉了一颗。还有去年出来就巨火的流沙眼影盘，哇，好可爱哦。国牌里面性价比超高的智优泉，它的专柜里面的话，口红就不在这里，眼影比较多。马洛牌系列的眼影，韩熙珍还卖39.99的韩熙珍超火的 M67， 等等，我要试色，这个独夜色真的是超级火了。还有超多单色眼影的橘朵，全部都可以试色。超级划算的菲洛尔小丸子口红，黄金牌已经卖完了，还有很火的丽江盘。接着我们再看看日牌，我自己超爱用的 ZA， 这个隔离我真的回购了无数次了。还有眼妆必备 Kissme 有两个货柜，这两支眼线笔必须人手一支。接着是坎妹，这个货架也还挺全的了。遮瑕膏也很好用，腮红也很好用，眼影也很好用，腮红也超好用。坎妹真的又便宜又好用，我真的超级爱。接下来是两个英国的品牌，作用量化欧美妆的 W7， 透明的魔术妆前乳。优酷蜂蜜，幼儿园化妆必备电光派对眼影，哇，好亮哦！哦，这个颜色好好看。美国开价彩妆私有，化欧美妆必备的腮红，网上买代购要等很久的高光和修容 ，Size PF， 上网冲浪一定会被种草的黄牛修容，说到美国一定少不了的美宝莲，蓝胖子睫毛膏，橡皮擦遮瑕棒，超火的 Fit Me 粉底液。色号也很全，再来看看一定不能少的韩国彩妆 ，Cuckoo for Blue， 超火的三色修容，格子腮红，果冻腮红 ，Sam 德仙，这个遮瑕真的是火了好多好多年，包装超好看的 16 Brand， 这也太可爱了，这个居然是唇膏，韩国平价品牌朝圣雅爱静，真的读不出来了，这款很火的气垫好像卖完了 ，I mean me， 甜心按压唇釉，腮红眼影两用盘。Uni Club 有两个专柜，之前很火的口红系列，这个就是泰国的彩妆了。Vit 绿豆泥修容，这包装真的太闪了。超平价的 Mistine 干皮救星羽毛粉饼，学生党必备的24小时粉底液，拯救强迫症患者9.9的美妆蛋墙，还有9.9的美妆刷，全部都9.9的指甲油塔。从这里上二楼以后就是日用品区。
真的超多人。上楼以后可以看到，价格全是在30左右的耳环茶，各种各样形状的香皂，嗯，还有个兔子，哦，这是熊，这都是9.9的干花沐浴泡泡球，架首饰项链、戒指、墨镜、面膜、护肤品、生活用品、唇膏墙，这边是联名系列，还有一整个全是日用品的区域，真的是我逛过最久的一次街。接着再往上就是零食区域了，一上来是一整面的红酒墙。价格也是很便宜的，这边也有各种国家很火的啤酒。Hello Bees， 这个我也超级喜欢，瓶装阿米诺，上面还有这种盒装的，思考都必备的网红爆品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伏特加威士忌配制酒。这里的饮料全部都是网红爆款，太可爱了。啊，我超爱的肉肠区，妈呀！各种干脆面、海苔、膨化食品、泡面、Lipo 和榴莲味的 Lipo 饼干、糕点，这个最近也经常看到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！可以泡茶的养生墙。糖果专场，哇，好多东西，糖果，哇，咕噜噜，姜，这里是我今天精心挑选选过来，其实就是我自己想尝尝看的一些东西。萨斯克卡鲁比斯，网上超火的克莱美奶酪鳕鱼饼。好吃，有一点淡淡的奶香，鳕鱼跟虾的味道，健康小子干酪味鱼肉肠。啊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鳕鱼肠这种东西，闻起来跟刚刚的没什么区别，感觉它的鱼味要更重一些，干酪味没有刚刚的那么浓，还是好吃。健康小子蟹味棒，这个真的好绝，留着待会儿吃面。手撕猪肉干，我的闺蜜说它叫沙嗲味，沙爹味。哦，好大块哦，一片真的超大块，肉很有嚼劲，但是不会咬不烂，那味很浓郁，但刚刚好，不会很咸，好吃。软婆婆红烩牛肉味干拌汤面两吃面，啊，还可以两吃。还有这个我超级好奇的牛肉河粉，泡掉它。哦，它面是黄红色的 T-Boss 榴莲味，这我真的超好吃了，第一次看到榴莲味的 T-Po， 哦 Lipo， 哇，一拆封就很大一股榴莲味扑出来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好吃的样子呢？外表跟普通的 Lipo 差不多，就 Lipo 加了榴莲精的味道，还行。最近很火的皇族和风麻薯，哦，白白胖胖，充满希望。天哪，我已经看到它里面的馅儿了，它就是红豆沙味，有点像豆沙包。跟普通的可乐没有任何区别，但它可爱，好贼齁。最后把这个酱倒进去，如果要干拌的话，就先把汤倒掉就好了。哇，这是牛排酱吧？这很像红烧牛肉面，闻起来的味道特别像辣味的红烧牛肉面。嗯，红烧牛肉面，也有可能这个面要干拌才好吃吧？我这样吃真的味道很淡。不过还不错，我要吃一下这个13块钱一根的长压压惊。
这个真的超多朋友都跟我讲它很好吃，但是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尝试。它这个蟹柳也太蟹柳了，很绝。要干了，林富记的牛肉河粉，这个还有点意思，闻起来那个味道真的很像牛肉河粉。好吃，跟外面买的河粉的味道真的很像，超香。它牛肉味这个还有一点点辣，这个肉真的是那种纹理分明的肉，不像是那种泡面的干肉。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。最后我们来小酌一杯。其实我不太能喝酒，一直还挺怕喝这个的，今天也是凑巧看到有卖蜜桃味的真露。不胜酒力，拜拜。